球传球，这个学弟要帮学长传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个是大前辈，已经比较学长成功，刘成炎哦，这个速度，另外一边而且还是 M 完。哦，刘成炎这一球非常的聪明啊，绕过另外一个掩护啊。两人的防守再交给队友高宏恩，哇，这一下给球给的非常的大胆有创意啊！背后给球上篮得手，哇，非常漂亮啊！做 no look pass， 哇，真的传得非常好。传进来的时候发生失误，前面又是一个快攻的机会，哇哦，超帅！接受，那这一球快攻之后呢？对方也没有跟上来，是直接双手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哇，辅仁大学今天什么都有啊，灌篮。那但是至少他们能够把握几次反快攻，哇！朱一军直接双手扣上去了。再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？第一派晃开防守者，第二线的九龙不知道人去哪里了。这第二线不知道拉到前面，拉到上面，应该是跟着蔡正月。真的失误，但是后边又发生失误啊！前面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空间，要秀一下。你看到这球，哇！球步，凯玉航空升空了，这个相当漂亮的一个反手双手